所以我们现在在南非的 Idol Elephant Park， 这国家公园有很多大象。然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营区，六点前要回去，可是路上一直碰到大象挡我们的路，这是第三只了，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过去。好像完全没有要退让的意愿，还继续吃东西，而且刚才明明在路边，想要完全退到中间来。好了，大象移开了，可是前面又有更多只大象，干，好恐怖！好恐怖啊！赶快回家。